花，哈哈，这个硬吃不了。哥哥能吃到吗？还有苹果，还硬的花儿。那土豆煮一下就炒，嗯、就差不多了吧？对。啊，给哥哥，那你吃不动。你吃不动，你要煮多久啊？妈，你觉得？啊？要煮多久？土豆啊，咱两你也吃不动。两分钟。能吃到吗？嘴里有东西，对吧？你吃饭的吃相不错哟，闭着嘴没声音，挺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看这娃儿吃的怎样？吃呢，注意好饭。行了，女儿，嗯，你快点跑啊！啊啊啊！我能吃豆的，因为我能吃豆的。好了，你长大好。但是有点硬啊，能行吗？你说你炒多长时间吧得？炒了两分钟最多了。我要再回去再给我加。要十个，老先加四块，行不行？要十块，给你四块，好吧？你争取吃的，吃完饭就上厕所啊，老师说，啊。高勺子切了一下，对，注意不要切手上，要想到危险，干什么事情先想到危险，啊，他切不好就切别的手啊，切住，哎。这个锅可以你打开吗，女儿？切断了吗？成功了？这个锅点赞，点赞。好棒！好棒！对，好棒！好棒！好棒！来，好棒！点赞。好棒！我这二十个小知识啊，小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棒，好棒！咱就使这个，挺好看的。你还使大指头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老爷爷都不管了。现在这么地方啊，他现在那个指头灵活，还使这个，好棒，棒，对，好，好棒。这王老师的学生都挺厉害，今天，那个胡斯乐园，就上那个小女孩叫张杰萌，哎，吹的也挺好。好，我爸说啥我听着。我说我们老师那个徒弟。光我吗，女孩？嗯、不管，把这锅一走，我来，我妈你帮把这池子清干净。把这个锅坐到这儿呗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是在这边待久了，听中文只能听一个人说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就是礼貌啊，这不说话。啊，是礼貌。其他人都在听。是。啊、咱们国内没这事儿，一个人说，俩人说都能听清楚。哎呦，那乱糟糟的，多没礼貌啊！是不是？你在讲话，别人不听你话，然后在那一顿讲别人的话，你说你是不是不开心？啊那哪能吃？你吃你吃，你整个菜花你不咋愿意吃，你要喂我呀，我可不吃了。你吃吧啊、哦，吃肉吃肉吃肉。老爷，你看我这三都是胖的。嗯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褐色。好。嗯。我放这一颗，这就是胖的吗？对。对。你要讲中文。没事。妈，我昨天放进了一半辣椒，没事。你今天吃的挺棒，但有个问题，吃完之前没有洗手，下次要注意啊、哦！啊，是不是啊？没了。这儿呢？这给我这儿呢。那这肉还有多少啊？不少呢。吃两口饭呢吗？吃呢。米饭也吃啊？嗯。完了，挪开，这样就看到了。
好了，你吃。你吃，你吃，走了。你吃，你吃。我在干嘛呢？走了，走了，你吃。我也不要。不要。跟你说呢。嗯。大学同学跟你说话呢。啊，行，你吃吧。